人生ガンバー、お面ガンガンマイ C1 ニューロミアン。为了十一月三号决战，激起世界纪录，从这个礼拜开始全中不字，请大家帮我。Hello man， 台北的牛肉面大碗吧，新的光光的。这次是牛肉面，你觉得怎样？平常的话，一碗吧。男性态度的感觉。诶，你没有担心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超爱吃牛肉面，所以应该可以吧？那这次看。然后我们买另一种不一样的牛肉面的味道。这个是哪里买的牛肉面吗？那个姚明的永康牛肉面买的。啊，首先我们吃最一般的牛肉面。那第一个是这个红烧牛肉面。那这次看就这样。哇，你今天肚子饿吗？超饿啊。这是大的，全部都是大碗，因为我很担心你肚子饿。太多吧，咸味大高嘞，看大的字三枚的感觉。我是大便袋啊。对，你也有大，对我们吃大的比较适合吧。那这次干吧。哇，完全里面没有的味道耶。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，首次吃的东西是台湾的味道是，我觉得这个台湾代表的食物吧，红烧味道真有点大。哇，牛肉超大块耶，超软软的，吃然后孩子也可以吃。这个牛肉的品质很好的意思。那我也吃吃看哦，先吃牛肉，真的很厚，而且很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太好吃了吧。真的有入味，肉的味道很重的感觉。那面跟汤，哦，多米怎么样？很辣。多米白肚，我这个真的不行。那继续，味道好吃，面很 Q。 真的这个不好。娟长，可以介绍第二种吗？那第二个是这个清炖牛肉面，这个是比较清爽的，日本的お出汁的感觉。那你吃吃看，这个味道也真的不错耶。我觉得不如然后想吃的感觉。超懂。哦，牛肉也有吗？牛肉原本的好吃的感觉，ジージーライだ感觉。できます。哦，这个我比较喜欢耶。汤的味道比较咸吧，像日本的拉面一样的汤，很好喝，蛮好吃的牛肉。完全不一样的味道，肉的味道很强的，然后这个汤是有点帮助它的味道的感觉。院长，最后一口，太快了，这个辣的味道，我的吃的速度变快的感觉。吃完了。一碗五分钟以内左右。不好意思，我吃面的时候应该大家不喜欢的声音。什么声音呀？啊，这个不行哦。我普通的吃面啊。你不要小心哦。不好意思，这个里面真的很坏的部分啊，对台湾人来说有点不习惯的感觉。但日本人的话这样带有礼貌，表示这个是好吃这个意思吧。真的肉很多，很丰富啊。接下来第三种，这个红烧牛筋面。牛筋是什么？这个是牛的筋的部分。牛的筋是这样漂亮吗？所以你吃吃看，口感很强耶。我不像被吃的感觉，那个弹力啊，很大很强。哇，コラーゲン超多的感觉，对皮肤很好的。然后味道比刚刚的没有那么重。托米，越吃越漂亮的感觉吧？是吗？啊，有点牛腥的感觉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继续吃吧。啊，托米，不要。啊，越来越兴奋的感觉吧？不要看了。我可以吃你的筋吗？厉害耶，真正继续吃，继续吃，当然好吃，汤一样，面一样，所以没有点一样。不用担心，我准备三种加菜。第一种是这个蒜菜，牛肉面的店的话，桌子上面有的加两个。味道完全变了，这个很鲜的味道，味道变更强。再见，祝你这是干。
这个名字是酸菜呀，所以我感觉到有点酸酸的感觉，有这个的话比较好吃。这个厉害，那就讲接下来第四种，这个京都牛杂面。牛杂在日本叫ホルモン，这样的感觉的。烤肉的时候，超喜欢ホルモン。这样的ホルモン也真的不错。对日本人来说，烤肉的时候，居酒屋的时候点ホルモンで感じれば，在面里面比较少呢。え、不一样吧？口感超好哎，越咬越有味道的感觉。另外一个，完全不一样，应该这是肝的部分。レバー里面有很多种的。真的？吃完的最后一个。对吧？真的很快耶。所以剩下七万，所以一个人要吃3.5万。真不要吃。为什么？我喜欢。我吃腻了。又吃腻了吗？因为我超喜欢酸菜，所以加太多。你都吃吗？拜托你。不用担心，全餐还有两种烧菜，这个不是加的东西。牛肉面的店有烧菜吧，很多种，所以我买两种烧菜，就是这个。小黄瓜，那吃吃看吧。啊，好吃好吃，但有点腻啦。太特别，我不敢说明什么味道。他真的不懂的感觉。那我教你。这应该是大蒜的味道吧？尝尝吃吧。对对，尝尝吃。哎呦，有点甜。对对对对对。有这个的话，比较清爽的感觉吧。牛肉面的油的部分，然后这样的部分，很大，厉害，小菜。对。如果我们去比较烧的台湾菜的餐厅的话，一定有这样的，然后我们自己选。我第一次看的是，多烧菜的感觉吧。还有刺激的饮料，这个也是好的。在一边的话，店员，太饮料，对，再加油。这个是文化差异吧？那自己呢，比较开心的感觉。那第五种就是这个。这个是冬粉，日本叫春雨，比较稀稀的，嘟的感觉。哦，所以味道应该不一样。那放放看，放好了，漂亮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普通的面是晚餐的话，恰恰是早餐的感觉，还有ヘルシー的感觉，减肥中的你推荐。很轻松，吃的时候不是面的感觉，吃冬粉一样的感觉。你吃冬粉，刚才是啊，吃冬粉的感觉，当然吧。突然辣，哎，你说什么？辣到听不到哎。真的。今天你厉害耶！老板不可以吃的时候，可以吃的最帅的，不要夸张，不是夸张啊，厉害，快吃吧，还有很多啊，有点累了，你病吗？下哦哦，Tommy man来的话 ，OK， 吃完了，因为伙伴ピンチだし、ほう、ヒーローライバー。ルンちゃん、どういう歌を言えばね。所以我们还有ウーワン。マイク言えば应该。当然。哦，我也可以啊。因为我们是大胃王。那ルンちゃん、可以介绍最后的一种吗？终于，最后一种是这个。红烧牛杂面，牛杂又来了。对，但是那个是清炖的，这是红烧啊，应该不一样。这是干？不一样，这个是红烧的味道，很香。一样，只是汤不一样。一样的话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最后的小菜是这个。面嘛，这小菜的话有点像日本的拉面吧，因为日本拉面上面大部分有这个面嘛。口感最好，里面的面嘛有点烫。我的话，里面的比较喜欢。那我也吃吃看哦。这个也辣吗？有点辣。直接吃。这个也很辣哎，味道很浓，跟这样浓的牛肉面的话，比较不太适合的感觉。果然，这不是加菜的感觉。Tommy， 不要睡觉，没礼貌啊！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可以吃。那我睡觉了。Tommy， 这样子真的不行，不好意思。今天的大胃王失败了。
真的到最后不要放弃。すごい！我要请超厉害的我的朋友，可以叫他吗？好啊。那请欢迎来宾。为什么你在家里啊？今天我要请的是他，ルル。哇！我看三元跟他一起吃的影片的时候，他是大胃女王，所以我今天邀请他，然后帮助我，谢谢谢谢，真的谢谢。我的菜，啊，我的菜耶，怎么办？牛肉面吗？你不是你，那吃吃看吧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要吃牛肉面，照顾来吧，不要兴奋，大胃王吃的，不是吃吃的吃饭，不是吃吃的。那瑞瑞，你今天肚子饿吗？其实有点饿。那我们还有五碗牛肉面，可以。屁啦屁啦，两个人才可以吃五碗吗？那应该。太小看我了吧？你说的是哥，哎，一碗就好。那你吃吃看吧。然后这是我们剩下的面，就是这个。恭喜恭喜，我们的礼物啊！我感谢啊！对对对，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怎么了吗？太多了。不会啊。绿绿，这样不行吗？太快吃的话容易会饱啊。不会啦，这个料好美哦，这样看起来是蛮好吃的。嗯，好吃哦。很大锅。很清淡，嗯，而且面很 Q 弹哎。它那个量一分钟左右吃完了。又来了。时间有很多啊。这是什么？那他也快吃饱吧，他现在太开心了，所以赶快吃的感觉，然后后悔。专业的意见是这样啊。哦，露露，三天没吃饭了吗？没有。哎，这肉好大块啊！我吃两只，对，吃吃了。那最后一块。尝试不同的新口味。露露，你喜欢辣的东西吗？有点微辣，其实蛮好吃的，就会刺激人的那种口感，就啊，好想吃哦。其实蛮香的哎。我们也要吃吧。OK。他已经吃完一半哎。他的一锅是那样，我的一锅是这样。你是大胃女王吧？真的。三元 Japan 的大胃王是谁啊？是 Tommy。所以我也不会吃啊。虽然已经吃很多，但我很努力。哎。很好吃耶，面很 Q。有点奇怪，谁是大胃王？哦，露露，你吃的很好呢，但我也不会吃啊。好。没有来往的感觉啊。露露超快的。这个五分钟左右，看吧，刚刚这样吧。天少，哦，真长，你把面丢掉日式代码？我不丢掉啊，露露的弟弟面吧。哇，我看电影的感觉。露露，露露，你要吃吗？嗯，不行不行，不然呢？不要勉强自己啊。没有啊。院长，哦，好，要喝啊。在哪了？外面。没有。你爱喝这地方吧？你在哪里啊？你旁边的女生的胃里面啊。哇，真的傻眼猫咪。不会啊，蛮好吃的。你好饱了吗？接下来还没有饱，就感觉其实正常的分量。哦，我只是很享受我在吃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多少。那就这样，没关系。还有一个日日吃四碗，然后我们一天吃五碗。所以我们吃这个的话，可以。没错。耶！我真的不行，这碗面不行。那我可以吃吗？真快！最后的一锅。嗯。哇！你还有面？你为什么一直看牛肉面？好想吃牛杂。好多牛杂。没剩太多了。你的牛肉面在哪里？有人偷了。真的坏人呢？对。谁呀？最后一锅吗？是。嗯，好像没了。哎，你吃几碗吗？哇！一边说感想，一边吃，这样总共30分钟。还有副汤，吃我们的牛杂。嗯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肚子的状态怎样？要50吧。那俊长，今天的六种之内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？红烧牛肉面，这怀念的味道。
绿绿呢？虽然你没有吃六种，但是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清汤牛肉面，汤真是蛮干净，然后就蛮好喝，然后尤其那个肉，哎，真的不夸张，哎，很大块，而且是我刚刚其实没有特别咬，我就放进嘴巴，然后轻轻咬一下，它就直接分开了。对对，你呢？我也跟绿绿一样，清炖的牛肉面，因为我本来喜欢这样。绿绿，真的谢谢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一定失败。其实我刚好没吃宵夜，因为晚餐我已经吃过了，到了晚上很饿，然后就本来想说要吃东西，哎，就发现哎 ，Tommy 大告诉我说，哎，有面可以吃，好来了。倒不是人类耶。那今天也结束，如果大家也想挑战希望牛肉面的话，可以直接看哦。不可以吧？如果喜欢的话，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，还有想吃的影片，我们下期。